听说外面抓什么劫匪，动静闹得还挺大的。听说还抓了个女鬼子吧？听谁说的？街坊说的。你出门了？也不知道这个通缉令的风声过去没有。没事最好待在家里，别乱跑，以防万一。啊。你脸怎么了？啊。 跟工友闹着玩儿，哎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升职了。升到什么职位了？哎，你甭管，反正是涨工钱了。这两天我带你去郊外散散心，啊，到去转转去。你不忙了？再忙也得挤出时间陪媳妇儿，是不是？ 昨天，昨天葛二蛋过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他给你借走了一件衣裳。什么衣裳？你每天不让我出门，就是怕我在街上碰见你穿这件衣裳吧？你还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这是为了你好。 全家都是被二鬼子给弄得家破人亡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早知道这样，我根本都不会嫁给你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啊？啊！我把自个儿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跟葛二蛋这么多年的弟兄都反目成仇，我是为了谁？ 家破人亡，现在的二鬼子救了你和你爹的命，让你的日子过得踏实、舒坦，做人别不知足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个起，老子就是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的二鬼子。 大二叔，有人找你。啊，让他滚！哦，喜子姐，她让你滚。啊？哎，说我马上出去。哦，我马上出去。干嘛？ 刘排长让我来问你，为啥不去训练？他叫我去训练，他怎么不干来找我？啊？你到底去不去啊？去，去完是整个。那枪你不要了？什么枪？王喜欢发你支枪，但是你必须把之前那支上缴。这个？凭什么？那支可是三八大盖，赵队长最喜欢的枪。 刘排长说了，你肯定愿意留给他。这个留着打耗子去。我就是过来传话的，你爱要不要？行，既然这么请我去，我就手里去一趟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子弹，刘排长拉我家的，你一块捎过去吧。哎，你没跟他睡一块吧？ 嘴里吐不出香烟。嘿，哎，这鸡蛋谁给的？我。最近城里有不法商人贩卖私盐。
更有甚者把盐卖给了匪区，破坏了勘乱大局。今天我们对全城进行一次梳头，兵分两路，我带一队，麦副队长一队，大家不要走神了，回来老子给你们庆功。谁他妈要是给老子捅了娄子了，回来我拆了他的骨头扔了喂狗。五分钟之后门口集合，散了。麦副队长，你现在可是少佐身边的红人，多指教了。岂敢啊，我是您的属下。知道就好。这个是突然下的命令吗？也不是，例行而已。那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呢？老子我是队长，我说了算，用得着跟你说吗？干啥呢？没事，这练练枪吧。你打的？啊。哟，打的不错啊。哎，也不大好，你看这不还有两个大外边枪。顶枪打的。切。你难过干啥的呀？这个，我是先打这个圈儿，打完这个圈儿。我才打南瓜，你再打中一个我看看。不要打中怎么办？随你说。打中了你给我当媳妇儿？切，不干了吧？谁说不干？你要打中了，我就给你当媳妇儿。你说了？我说的。说话算话。算话。反正恁姓孟的说话从来不算话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再给你个耍赖的机会。谁耍赖？谁小狗？你等着当我媳妇儿。往边儿来，往边儿来。打呀你！往庄子那了。你找俺爹以前是干嘛的？你爹不是挖矿的吗？那是后来，以前俺爹那是有名的猎户。我跟你说，以前俺爹出去的时候，说打十个东西啊，就带着九发子弹。为啥？为啥就前八发一发一个，最后留那一颗子弹吧，比如说天上那个大雁飞成串了，然后这样瞄准了角度地的时候就这样，啊，啪一枪，有时候两个啪下来，运气好的时候三四个啪就下来了。吹吧你就，我吹。问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隔一枪？打不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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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打不中，打不中。哎，没你这样的啊！别吵吵。你又没说不许吵吵。哦，没事，来来来，打不中，打不中。啊！你耍赖你啊！啊！
准备哪天关门，媳妇儿？哎，今天不算，这都不算，你这还不算，就算就不算，不算。你耍赖吧，这还不算？不算。呦呦呦呦！你大老爷们儿生啥气，也不害臊。哎，怎么人刘排长打中了？什么赵队长打中，他都算，我打中了就不算，是不是？人家刘排长是战斗英雄。那赵队长也是英雄了，你怎么不嫁给他？啊，是英雄有嫁，那我打的鬼子比他们多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嫁给我？反正我没打算嫁给你。真不要脸！我刚才幸亏这一枪没打你脸上，要打你脸上，我估计都打都打不穿，脸皮真够厚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要是现在再打中一枪，我就嫁给你。你说话谁敢信？真的。拉钩。在哪？发誓，发誓，发誓！好，好，好，我发誓，你要是现在再打中一枪，我就嫁给你。你发誓了啊？发誓了。没子弹了。啊？这不怪我了吧？哎哎哎哎！你要见了王新宽跟刘排长他们，别说我把子弹打光了。凭啥？要是那个，你不跟他们说咱刚才打赌的事，咱就先扯平了。行吧。这个呢是扎武最关照的几家店，反正多了我也不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真他妈麻烦！关门。叔，要不要跟五爷说一声？有什么可说的？关。长官，小店儿没什么可搜的。你误会了，我要方便一下。啊，在里面，带长官去。行。哎，啥？狐狸叼走了？啊！我当时怎么裤子还没提上来，我也没法追，我跑得太快了，一看就是狐狸精。我跟你说，我后来想了想，你说子弹都大家伙了，我要给弄丢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想不行，我就把裤子提上了，我就拼命去追，眼看就得追着了，见他噗放了个屁，一股黄烟出来了，哦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后来等等，你说的是狐狸啊，还是黄鼠狼啊？这个你有经验，我没闻出来。继续编啊！怎么还编？我还继续。你看你不信你，继续啊。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高二蛋，你知道子弹有多珍贵吗？你知道浪费子弹是多么严重的违纪行为吗？只要我们节省下来一颗子弹，就有可能在战场上消灭一个敌人。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打靶练习，全让你一个人毁了。这次打靶取消。王队长，是，交给你处理了。好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也没什么劲，顶着腮帮子还肩膀头生疼生疼的，吓得求我都不打了。安心了是吧？发炮五十圈。黄鼠狼子又放屁了。我。进去搜。哎哎，你们干
账本呢？记录你和扎武金钱交易的账本。我想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不应该不会留一手吧？我不知道你说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东西被我搜出来了，扎武也不会替你扛。有了，你看。 把搜出来的东西全都给我运回去。叔，完了！叔，叔，麦子，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，做人要留余地啊。所以，这个我不会上车。 大叔，您醒了，起床吧。哎呀，坏了，又得被发泡圈了。哎，你说得了这好好的特伦家牛干嘛呀？罩着你，你捕拿群什么一针一什么？捕拿群众一针一线。 民兵不是土匪，不是柳子，不是想抢就想，想偷就偷。德豹，你今天的行为是严重的违纪行为，今天的训练你不允许参加，好好的对着这些字好好反省。怎么回事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偷人家的牛，人家告上门来了。看哪儿呢？看字儿。行了行了，别围了。德豹在这好好反省，其他人出去训练。高二，迟到了，一会儿多跑十圈。 掉筋肚子了，还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说说说说，我家牛被人骗走了，我才去偷牛的。哦，那小你也不能偷嘛，信。你别管了，你弄不过了。什么玩意弄不过？信骗的？娘娘庙的许大牙。 他拿两只大青骡子给我换，我才把我家牛给他换的，结果他拿的是病骡子，没两天他就死了。真的问他要啊？他不给，他姐夫是二鬼子，根本瞧不起我们，我爹都让他给批评了。那么这个事你刚才怎么不说？这私事放屁！咱现在是国家日，没有私事，这事不行，走走走，快走。 你想干什么？咱家有钱也有，怎能让他欺负了？上娘庙祸着薛大牙，然后你会把鬼子和二鬼子都招来。葛二蛋，你要记住这个，咱们现在还只是自警队，没有到能招惹鬼子的时候。你别没事下手事儿。德豹啊，你的困难大家肯定会帮助你的。
你记住了，我们只要解放了娘娘庙，你的牛就自己会回来的。啊！不要跟着葛二蛋瞎起哄，知道吧？你熬什么？你知道娘娘庙什么时候解放？那咋办啊？那咋办啊？去找他去啊！你去什么的？怎么你害怕？害怕我去？我给你找回来。你真是愿意去找？你要真把牛找回来，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去哪儿啊？你个叛徒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话嘞？哟，那么容易生气呀？心眼咋那么小呢？一个大男人。那刘排长说了，那子弹壳可是好东西，我当然得留给他了。这样，哎，你上哪？我去李庄村给我表姐捎点东西。那不路过娘娘庙，你捎一段呗。你干啥去啊？我执行任务。到鲍家那个牛让二鬼子他小舅子给牵了去了，那个刘排长让我帮他牵回来。就你一个人？啊，我枪法准嘛，然后这不让我一个人去。你牵什么去啊？枪法好也没用，就是俺走到那个娘娘庙去，腿也没劲了，没劲枪都担不稳，担不稳打不过徐大牙，打不过徐大牙坏了。这回来赵队长肯定就得跟那个刘排长谈账。刘排长那个小心眼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万一想不开，这找个歪脖子树，然后把裤腰带往上一打，一勒脖子，谁懂？老了懂吧？狗嘴吐出象牙，这哎，我说可是正事啊，你看着办啊。玉，你真去执行任务？这不拿枪干吗？上来吧。哦。哎，来，我来。走。哎呀，别怕绿。往后点怎么拉这个东西啊？你看，你别转呀！走，哎，什么人欠什么人？哎，跟你个脾气！哎呀，坐好了。再把钥匙。哟，长官，你这铜钱挺眼熟的。长官，这个配上的挺好看的。那么多废话，快少废话，多配几把。哎呦，上次你来配钥匙的时候，你看这铜钱没错，就这个。老子什么时候在你这儿配过钥匙？快干活！哟，对不起，是另外一位长官。什么长官？哦，一位长官来找我配钥匙，特别着急。我刚凑好的枪走的。长成什么样？哦，高高的，挺精神一个小伙子。五爷，少了一份良民嘉奖簿。啥事这么急？
哎，大爷，这个徐大牙家住哪了？就这。啊。小心点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挡住我啊！徐大爷，我亲娘，这么大个鸭脖，肯定没叫错，好汉人问。就你把俺村德宝的牛给骗走了？是是是，给我送回去。我都卖了换成钱了。钱呢？都抽了。抽了？啊！哎，我还，你我还不行吗？怎么还法？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不有个姐夫是个二鬼子吗？让他换。哎，成！你冲个屁！你冲！写字画押啊！好。我说你写啊！啊，对呀，小的不识字儿。你不识字，不识字儿，你还有笔跟纸啊？我画押用的。不许动啊！鞋子，木鞋子，进来。咋了？咋了？你瞎嚷啥呀？我写个字，写个条。写啥呀？我说你写。放这儿。来，你姐夫叫什么？周大锤。好、啊。狗日的周大锤，咋那么难听啊？难听什么？要画出来，画出来更难看。我说六个字，怎么就写三个？废什么话，也不写了，快说。那姐夫有没有外号？周大爷，也叫大爷。那恁姐呢？是不是也是大爷？这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大爷好，大爷，你看下米可以摘下巴，喝茶可以喝茶茶。下地给跑地瓜，看见还能打两下。你说这个大牙是不是顶呱呱？说，大牙是不是顶呱呱？呱呱呱呱呱。是吧？再说一遍。对，呱呱。好，外号就叫啊周大牙。那爹叫什么？死了。啊，死了。好，你坏事做绝了，把那爹都磕死。那娘呢？叫什么？周皇室。好，周皇室。那媳妇儿呢？他媳妇儿。他媳妇儿。想啥想？说你姐呢？啊，我姐，许菊花啊。哈，许菊花，住哪了吧？牌坊村西口。牌坊村西口，你自己当汉奸走狗，坏事做绝了，你还让那小舅子骗俺村的钱，这盘我可不答应了。明天晚上之前，把钱给我送到村里去，要是送不到的话，我杀你全家。这边老汉想那个密兵队长个儿大。好了，写完了，念一遍。周大锤，你外号周大牙，你坏事做绝，克死了你亲爹，你妈叫周皇氏，你家住牌坊村西口，你自己当走狗汉奸不算，你小舅子还骗了我们村的钱，真是混蛋到家了。最晚明天，你要不把钱还回来，我就杀了你全家，管杀不管埋。民兵队长葛二蛋。
最后一句我加的。加的好，加的好，啥不完美？笑个屁呢！这个条是给恁姐夫的，明白没有？听见，听见。摁个手印。摁个手印。行，老子饿了，给点吃的。大哥，大嫂，不成敬意。饿啥？没听他叫什么？再叫一遍。大哥，大嫂，别给我胡说八道。还别说，你还挺勇敢的啊。那当然。哎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往哪儿走啊？往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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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走！哟哟，站住！别唠唠了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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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了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拜拜拜！哎，哎，瞧你的怂样啊！你还民兵队长了你？哎，像我什么民兵队长就出来混点钱花。你不知道爷爷是娘家那村子驻警队的副队长吧？啊？刚才你吓得我连我姐的名字都忘了，我今天。要打了你，连你爹的名字都忘了。来，站！哎！没走啊！我以为你死了呢，你吓死我了！他们打你了吧？他打我？开玩笑呢！啊！是人太多了，这不就把我围一块砍了我一个？但是就把我打成这个样，我连哼哼一声我都没哼哼。哎呀，你打了啊！后来你不知道，给我弄了个脑骨洞，我亲娘的，一块砖一块砖往里边塞，塞到最后还给我灌了个辣椒水，就往鼻孔眼里灌，把我呛的。手里边还有一个。哦，危险！这下子吗？后来他们想活埋我，我一看把我扔坑来了，那一锹土一锹土一锹土就往我身上埋。我一看这不行了，我一个个我碰死我给他，我就掐那人嗓子眼了，直到最后给他掐，咔这样掐晕了，我才跑出来。滚！再不给我打死！快滚！滚！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啊！这有什么？民兵不就得有个民兵的样？哎，你骑吧，你都受伤了，我牵着。别，你骑你骑你骑，来，我扶你，快上上上上。哎，来，哎，你把枪给我吧。不用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啊，哎，今天这个事儿，你可别跟刘排长说啊。这怕啥？哎，你不用管了，你就说没看到过，什么也不知道就行了啊。去执行任务的吗？又骗我！你肯定是四哥，肯定。咱们对对这三张脸去。您忘了，这还是照我说的话的呢。
这第四任呢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说不好，不过我要见着人，我能想起来。看到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这个人，个儿最高的那个，你肯定？我肯定。你立了大功啊！门口等着，那边千万别让这老东西出城，我要随时能找到他。是。还有这件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提一个字。是。哥儿俩，就凭你这仗义，以后活里活里来了，水里水里去了，以后跟定你了。这个仇我给你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仇，那还真不是给我报的，你知道给谁报的？给他们村儿报的。你想想，人家知道他们村儿让娘娘庙的人给欺负了，那个脸往哪放？哥儿，是不是？我去娘娘庙村要牛。他对了，让自己打。你怎么不跟我说他是自营队的？再说灭了他们，那也是给抗日做出贡献来了，啊！自愿的原则啊，愿意去的举手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你们真去呀？你不去没事，我知道你害怕王西哥。我才不怕呢！我是想，咱们这么拉开了打，组织不就暴露了吗？暴露什么？咱又不是以民兵的身份去的，咱是以自警队的身份去的。打赢了，鬼子也找不来。输了呢，那也不丢人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的仗你不会干？切！行行，你别捣乱了，赶回去吧，赶回去吧。俺呢，赶快布置一下作战计划。别，我加入。真假的？真的。真的。来来来，可以。四儿这个人，但我跟你说，加入归加入，但是有两条你必须遵守。第一，你得保密。第二呢，你枪都藏在那家的，你得把它拿出来。我拿？没事，我刚才说了，做不到绝对不勉强。但是这个仇，我绝对得去报去，哪怕拿着石头刀片子，我得搁起打，让他知道他湾村还有站着尿尿的人。就是，这仇必须给他报了，这仇咱们给他报了。对，我也是站着尿尿的，我也去，我不怕。行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你看，你看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行，那咱就这个样。你这还想整的玩人小酒吧你？说一下作战计划啊。那去了以后，去，小心点啊，哎。哎哎，接着。这自警队的人就是不守纪律，一会儿让他们统统保持圈。刘排长，刘排长，人呢？一个都不在，孟三也不在，枪少了9支。啊？少佐，世言的事儿，你们有什么要告诉我的？那家老板连夜逃跑，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告诉我？我想知道网开一面的是谁，不知道是吗？你们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嗨，麦副队长，
几张脸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几个月前，有人伙同这几个逃犯，杀害了一个皇军，其中三个被画了下来。有一个去漏网了，奇怪，你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刚才为什么不揭发我呀？这不像你的为人。你没有想到这份通缉令，老子还留了一份抵挡吗？你也没有想到，钥匙摊的老板还记得你的长相吧？你更没有想到，你和你妻子李秀玲、你岳父李全忠一块被当天的目击证人指认出来了吧？这事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。